看一看。现在他拿俩手攥着我的胳膊，好，攥上，攥着腕子，好，他攥腕子使劲攥上了，我呢就受他牵制了，他要怎么着怎么着。可是我按泰拳的原则呢，我松脚松踝松膝松胯松腰弓腰松肩垂肘，自然松肩自然着，攥上了吗？怎么着他没攥住，我要怎么动他没办法，我怎么动都行。如果说攥住了，我跟他，那我听他的了。嗯，你拽我，你看我听他的了，是吧？这个呢，这就内功的反应，外人看不见，但可以听见，可以说。